诸位观众，不到两周就是双十国庆了，可以看到今天国军啊特别让媒体来拍摄三军越仪队的表演。那他们20分钟的表演啊真的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手上拿着 M1 步枪了，真的非常重，重达6公斤，而且呢也是非常挑战三军越仪队，尤其在操场还有走位上面要如何精准的抓住这个枪口，还有这整支枪哦，真的非常考验他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这首乐曲节奏轻快，搭配一对弟兄排列三环队形，象征三军协同一致，相互扶持，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今天的三军越仪队呢，他们其实从今年的5月到7月之间就已经开始排练了，而且今年的风格呢是走非常多的军乐风哦，所以呢确实不管是从几个礼拜前的虎口营区开放到接下来的双十国庆，他们都一直苦练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走位上面呢，不管是同心圆啊或是双十的 logo 哦，他们都是非常的精准到位。那 TVBS 采访团队会持续为您掌握任何国庆相关的最新资讯。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